小莹平日里太顽皮，受些教训也是应该的。不行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有点热？好戏要来喽！阿尤，走，不等了，去接人。雪儿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按理说药效应该快了，怎么雪雪一点反应也没有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难受。旁边有客卧，如果不舒服的话，我扶你去休息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吧。雪儿，小心一点，我担心你摔着。现在还装什么圣洁烈女，恐怕早就已经养得不行了吧。过会儿让我在床上好好教训你这个薛家千金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不太舒服吗？是有点难受。刚好我出去帮你们准备了咖啡，不如喝点热的，说不定能舒服点。谢谢妹妹，还是你贴心。雪柔真耽误事，但是这咖啡好香，煮得真不错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好热。无论怎么样，还是要谢谢姐姐了。不用客气，房间就在旁边。以后真的进了林家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呢。等我进了林家，再好好谢谢你。现在就让你再神气一阵。不用，只要你不后悔。后悔？怎么可能？林少爷终于归我了。你觉得他们配吗？再相配没有了，他们相爱就是为民除害。哎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在深山修炼成精了，故意幻化成女孩外表了，怎么能这么淡定？难道我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应该有什么反应吗？托薛柔的福，上辈子我可没少听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让这两个人滚床单？我还没这么闲呢。既然林家的人这辈子也不老实，在套里做手脚，那自然要让他们尝到苦果。走，我们去看戏。林家穷得连隔音都做不起了，真可怜，